兄弟们，今儿咱办一件大事儿啊！好多钓友一直说我是钓臭水沟子的命，我今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我呢和孙哥组织啊一块儿出去游钓助钓。出去助钓呢，哎，得准备装备了。看我这装备啊，一车。孙哥，来帮忙看一下。你掏出来，掏出来，咱行，我全拿出来。归归类啊！我经常出去这个，哎，旅游自驾游，看后边小树林了没？经常在这搭帐篷。今天把你叫过来呢，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装备，展示一下。掏出来，咱们赶紧铺铺摊儿，铺铺摊儿啊，重着咱去，没有的赶紧添。行，明天就走啊。把咱这个家伙事全部拿出来啊，住的、用的、吃的、睡的，来。火，做饭弄了。床啊，睡觉用的。桌子，哎，吃饭用的。隔热垫往帐篷里边塞的。这个东西没见过吧？冰箱。冰箱你有吗？啊，我有电。有电，正好搭配上啊。来，放这儿。这是一个床，哎，俩床。这就是一个大帐篷了啊，双人住俩人没问题，中间还能放个小餐桌，可以可以可以吧？嗯，然后了后边呢就是咱这是吃喝用住的，后边咱就是钓鱼用的。正好我今天也买了个新钓鱼，一会儿拆开来试一下，鱼之源的啊，钓虾。咱今天出去，这回出去是海竿是吧？嗯，海竿为主吧，海竿为主啊。我这一套海竿拿出来了，哎，一套海竿，这摊子够家伙事不？够家伙事不？差点，支起来先看看吧，行不行？行。我这帐篷呢，好长时间没用了，给它支撑起来。正好后边一片空地啊，走。底下这腿是不是能伸啊？底下这腿能伸，多腿啊，能伸能伸能伸，弄高一点嘛。哎，这不就伸起来了？伸起来应该还有咯吧一声，能锁住的装置有这里。我觉得锁住了。这是几个腿啊？六个腿，全部给它锁紧了。哎，这个帐篷行，这帐篷行吗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哎，这么一铺，把我那西蒙斯床给我搬过来。来，孙子，帮个忙。这个床还不轻了呀。好东西都有分量。哎，舒服吧？怕蚊子咬了，把这个都拉上。哎，放俩床，一边一个，上面一躺，舒服，体验一下野外睡觉啊，这才叫别野。为了这回出去助钓，比较舒服啊，这钓箱就不做了，哎，腰够累的，弄了个钓椅。开个箱，哎，这颜色好看，小巧玲珑，还带了一个，这是什么呀？真皮的吧？这是一个背包啊，专门装。这是个脚踩的那种椅子，脚踩的，你能看出来？对，拆开看看。
哎，有一种坐这个头等舱的感觉，是吧？啊，你那不叫头等舱。小零件得给它支起来啊，往这一卡，哎，舒服。这个呢还得配个伞，哎，才能显得比较专业。这回咱出去钓，温度高，太阳大，是不是？你不配把伞，上黑球了，媳妇回来不要我了。这个伞呢是也是 AK 系列的，跟那个钓椅是配套的，颜色也是配套的，漂亮。漂亮，舒服吧？舒服。这套钓鱼的装备咱也有了。行了行了，看看我的去。你也有啊？你这叫钓鱼，你看我那叫头等舱。来，拿出来看看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也给我叫板，我这才有一套呢。这是我的床。行，看着挺结实的。按这床到了以后啊，有个家伙不出眼，问我这是担架吧？气死我了。一下给你抬走了就，哎，哎呀，不是吉利。看，这是你的，这才是我的钓鱼，这么大个，鱼之源的太空舱，太空舱啊，这么大个，没毛病，比比去，比比去，走。你带个饵料盆，大哥。不是你起来让我躺着，让我试试。哎呀，毁，粘上去了，完，粘上去了。你再往后躺，整个人都粘。哎，挺舒服啊。呵，上鱼了是吧？你看，咱俩不是互补状态吗？啊、你看我缺啥，刚才给我补点。你呀、啊，缺啥东西坐在这里头。啊，到时候我给你补点。这个东西你是别想 啊，这个东西别想了，都是孙哥的宝贝。你看我主要是让你指导指导我，你这东西肯定全。现场指导啊，现场上。看我缺啥，现场咱们一块来。现场来啊。现在就是准备装车。啊。我把它整理整理，有用的带上，没用的咱放回家去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哪个？尿壶。这小尿壶。别吃饭啊。哦，这吃饭的家伙事啊。哎呀呀呀。啊。包饭用的啊、行行行，这个得有。哦，这是草鱼，草鱼，都是十几斤二十斤的呀。嗯，看这个没有，这个都二十多斤了。我的，这回出去咱能钓着大的不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兄弟们，为了这回出去助钓，我呢把我私房钱全部都花光了，挑战二十家，钓不着二十家的，我呢就不回来了。啊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下回看着我的时候，我已经住在水库边上了。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